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一样到这个混世纪，然后刚好又巧遇到这个黄小姐啊。欢迎来到下半场的演出，我是今天混世纪的街头艺人，我叫做黄威，黄色的黄，小威的威。然后谢谢大家今天还有留在这里听歌，然后如果等一下想要听什么歌的话呢，也可以多点歌。然后这边看到座位空位都还可以坐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吹着风，然后听一下歌，享受一下这周末的气氛，东区的气氛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要带来下半场的第一首歌，唱一首梁静茹的歌，这首歌就是我听不到。是梁静茹的，但这首歌是那个乐团，是
月天写的歌，下一首就来唱一首五月天的歌好了。
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，他说他一首感觉最近蛮多人点播的歌曲，然后应该大家会有听过，这首歌叫做我会的。
心里，在秒风的时候把风扬起。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歌，叫做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谢谢掌声。接下来呢，带来的这首歌，说天气也蛮热的，唱一首有夏天的歌。这首歌来自苏打绿，叫做《他下了夏天》。结束梦。
自苏打绿的歌叫做《他下的夏天》。对，我觉得夏天的一首歌。最近那个陈奕迅刚开完演唱会，我来唱一首陈奕迅的歌。适合这个天色渐暗的这个时候，叫做《谁来捡月光》。
所有时候真的分开完全了，夜空中的你陈奕迅的歌，做谁来解月光？因为我还要上班，所以就拍到这样啊。OK， 谢谢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混市集啊，各位朋友有空可以来逛逛看啊，有很多很多小饰品，你可以听歌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可以逛了啊。好，那就祝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。刚刚后面稍微比较震动一点啊，好，拜拜。